庆祝佛诞节，维也纳慈济志工也有心要来办浴佛活动，自家的花园就是最庄严的道场。意大利和德国慈济人也远道来帮忙设置圆形浴佛台，小而美。用当地优雅的兰花来布置，供香汤、接花香，仪式一如在台湾时所见所闻，以恭敬心虔诚参与。38位民众跟随佛号声绕佛绕法，在欧洲天主教为主的国度里，佛陀的弟子们为全人类祈祷。众人一心祈求三愿，爱的音波传递在你我心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为您报道。